从前，在大海里很深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美人鱼宫。好奇的小美人鱼每天都看见了远方有一片发亮的光。那里是哪里呀？那里会有什么呀？有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？那里到底有多远呢？从小到大，我最相信他。你相信他讲的每一个故事。你在生他的气。你觉得自己被欺骗了。他根本不爱你。要不是你们这两个小鬼，早就离开小岛了。发生什么事吗？我想你啊。小心被教练看到了。想看看你。好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今天晚上我可以留下来过夜吗？被教练看到不太好吧？你也不要带我回去了。不要闹了，每次都让我不专心，这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如果你落选没进候补名额的话。你又来了，我都还没开始打你就在那边讲这种话。我只是说如果。我拜托你不要再如果如果的好不好？为什么每次都要想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，然后讲这些负面的话呢？我现在白。
要不要喝杯水再走？不喝了，我走了。到家打给我。我已经到家了，阿翔，一个人没有影子，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刚才看到一个好奇怪的男人。玉美，我说了，我现在很需要睡眠，你也需要。赶快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妈妈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那里有很多故事听，可以画画，可以唱歌，也可以跳舞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找哥哥。以后哥哥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又回来找我们。快到了，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，绿岛。很多人都记得它也叫火烧岛，对不对？
前渔民们晚上出海捕鱼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山头举起很多的火把，让渔民们可以认清楚回家的方向，作为回航的标志。那时候晚上很漂亮，整个岛上就像被火燃烧了一样。绿岛啊，距离台湾其实只有18海里，可是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常常把这里给忘了，或是以为它只是一个用来关犯人的地方。不过现在游客真的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是来这里潜水，这里的海域啊是最干净的。像这条街你们看，本来全部都是海，是后来才填出来的。可恶，一定把它捞到，快点，你们怎么包装啊？在干嘛？把它捞起来带回家了啊！对，带回家，要去养。不可以，不可以把鱼带回家。为什么？鱼都是大海的，不可以带回家。啊，真的漂亮哎！好，用看着就好了，用看着就好。你那个给我。好。好。那天，美人鱼终于从美人鱼宫偷偷跑了出去，她好开心，她终于自由了，她在大海里跳着舞，整片大海都是她的。我不要再回去了，再也不要回去，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。他要游出去，游出去。他不要回去，再也不回去了。阿金啊，有人客来啊，进来煮米啦。干哪够开？干人店的小摊建设出来，来阿明啊，脚手较溜咧啊！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阿珍啊，礼拜六晚上可以进去做义工吗？可以啊。阿珍啊，我一定到。你够开，干怪甜蜜啦。啊，唔紧呢。就是有。嗯，很正常，还很小。这个是他的头，这个是他的手，好奇怪的样子。大概在2个月就可以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了。我不要知道。请问一下眼科在哪里？眼科不在这栋大楼，可能要麻烦你从那边走，然后下来一楼之后往左弯就可以遇到了。好，那通常啊，好，我们在牌卡上面可以看到。
好，下巴轻轻放上来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回来，回来。你这摆一个怕啥？乱七八糟。你想咩？你想咩？你要想咩？美国去哦。好怕，不要紧吧？找机会再给他连起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OK？ 节奏找回来啊！今天是怎樣？你最近有做跑步练习吗？有啊。有怎么会这样？还是你太紧张了？啊？肚子不舒服。我看你烟抽多了，整个人都没气。你不吃啊？吃不下。七点啊？身体不舒服？要不要去看看医生？看什么医生？你眼睛肿得很厉害。不要了。今天练习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没问题啊。教练找你说了些什么？你刚看到了，今状况很差。不会啊，而且今天也只是练习赛。你不懂啊，我连练习赛都打不好，怎么可能入选？今年没有入选，明年再加油啊。你可以喝啤酒吗？我都说你不懂，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限的，那么多明年，你以为跟你画画一样，画不好可以重来吗？这跟我画画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好心好意。我就是不需要你这种好心好意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。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的情绪，不要一下子什么没有影子的人，然后一下子就说我不会。那什么都不要说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好不要见面了。
翔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跑来找你。对不起，我让你心烦。你不要跟我对不起，我总是做错事，说错话。不要再说了。我今天打不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跟你没有关系。知道拳赛对，对你的重要。如果你不想见我，我们可以暂时分开。你来摸摸，小宝宝踢得好厉害啊！
险呢！你没看到地上的黄线吗？对不起，没事，小心一点啊！你刚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该不会想不开吧？这是你的画吗？你在哪里捡到的？我是不太懂画了，不过你在哪里捡到这幅画的？很强烈，啊，很激动。哎，还给我！你不是应该谢谢我的吗？刚要不是我拉住你的话，现在这幅画早就是我的了。一点都不懂得感激的心，不要再丢了，下次不会再还你了。什么颜色吗？蓝色、黑色。那太阳是什么颜色啊？金黄色。不是啦。是。不是啦。好了。那阿咪说，太阳是什么颜色？太阳是。妹，你不能再吃安眠药了，是不是胎儿不好？你和男朋友研究好了吗？你有跟他提吧？我不觉得他想跟我有孩子。这是他说的还是你说的？你是怕他走了，还是怕生孩子？不知道。大姐，小子够猛，他在练给你看的，不好吗？这样看还有谁敢欺负他？你觉得他行不行啊？喂，那你就进去陪他练个两拳嘛，啊？不要了，下次好了，要不然进去十分钟又要跑掉，不太好了。那你赶快走吧，啊？嗯，叫他好好练。等我回来，和他打一场。
好了，滑到了，来。阿翔，你出来干嘛？走走走，进去练拳，快快快！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哪有跟谁说话？你有话要笑。我哪有笑？你看外面一个人都没，我跟谁笑？有人看到你那么小就开始练拳，说你将来一定不得了，要挑战你。嗯、是我爸，我爸回来了吗？好了，专心练拳，不要想那么多。OK， 来，万正，万正。要去再拳，好，对，好个，完正，完正，好，完正，不要乱晃，对，完正，来，完正，看准，看准，来，完正，对，完正追风。加强防守，加！请问你眼睛这样子的状况有多久了？全息证可以还给我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那是我的。你已经没资格了。所以你不让我参加比赛？当然不会。如果让大卫知道你现在的状况，再加上你今天的……我自己会负责啊。你不说不会有人知道。你叫我现在跟你一起骗阿翔。当你眼睛出了问题不告诉我，就已经是欺骗。现在你又叫我跟你一起骗，更让我痛心的是，你居然不让我知道，这就表示你已经不信任我了。我只是参加后备选手的比赛，你不说人家真的看不出来啊！你今天差点打死别人了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根本在乱搞！玉米他知道吗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
难道要等出事了才告诉他？他知道就多一个人，反正就这样。所以你现在觉得你一个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？你到底想证明什么？啊？现在到底有谁你才会相信？有谁你才会当作他是自己人？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你非得一定要打拳不可？每次看你落拳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去。对不起，我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我一直都不够好，我不够努力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打。喜欢并不代表你可以参赛，你懂吗？事实现在已经摆在眼前，你已经没有资格了。没有了，啊？没有了。你要干嘛？给我，给我！叫你给我，你有没有听到？现在怎样？啊？给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我一直不够好，可以吗？可是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就好，可以吗？你要逼我说真话是不是？你听好，我坦白的跟你说，你之前打得不够好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是这块料，不是。听到了没有？给我，给我！这里你还……
就是拜土地公啊。因为这边最早的居民，他们不管是黄道吉日，还是结婚、还生小孩、捕不到鱼、把东西掉了，通通都会来请土地公帮忙。安，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你们的信心既经过试验，就必生忍耐，忍耐也当成功，叫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六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邱牧师，这个屋顶不修不行喽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找人来估价了。哎，还住在台东啊？对啊。没搬到台北去？没有哎，还是不太习惯大城市啊。你呀，标准的乡下孩子，可是你又不肯搬回绿岛来住，这里是你的家乡。要工作啊，没办法。而且我已经离开很久了。结婚了没？结婚要找我啊？没有了。现代人是怎么了？不爱结婚，也不要生孩子。主要先养活自己啊。圣经上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不爱结婚，不生孩子，好吗？也没人受洗。真对不起我老板。你知道吗？你妈妈是我们教会数得出来受过洗的人之一，你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哎，我不是给过你台北教会的联络方式？嗯。如果妈妈有上教会，就一定找得到。我妈妈她应该不在了。啊，你现在打给我干什么啦？啊，我能怎么样？你告诉我，你教我好了啦。啊，啊，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啦。啊，知道知道啦。我跟你讲啊，啊，以后啊，伊两个代志，你都莫甲我讲啊。啊，死嘛，唔关我的代志，啊，你知无？啊？赶快进去做功课了。以后不用在这边煮面了。念书哦比较重要。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，你是想一辈子在这边煮面呀？快去！大哥，剩下了。
我很少去台北啊，每次去开会匆匆忙忙的一天就回来了。好，各位同仁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的代表。那我这次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新兴形态的旅行方式。那台南除了大家熟悉的台南是古都嘛，所以大家熟悉的一些老房子啊、古迹啊以外，还有美食。那除此之外，我想要加入一个我是台东的同事比较新的概念，就是从去台东的同事赶到了哦，过来了。这种有飞机吗？对不起，我是台东的同事，我叫林玉南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好，你叫林玉南是吧？嗯，辛苦了，来坐下吧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邱牧师，你还记不记得我爸爸出事前那个晚上？我不是在台北开会回不来吗？雨意之下，让重合到和日的北部铁路因为坍方铁中断无法通行，火车全都卡在崇德车站，回不了家，民众抱怨连连。不过一想到莫拉克台风造成的伤害还历历在目，这个秋台的威力会多可怕？花莲地区的民众。那天晚上，我好像见到我妈妈哎，但那天实在太混乱了，我可能是喝醉了吧。应该是我的幻想，我到现在还搞不太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一定是太想念他了吧？后来第二天，我爸爸就走了。后来我就没有再想起这件事情了。谢谢啊，有空常来啊。两碗阳春面，谁的？还有阳春面来了。来，小心啊，小心烫。上百碗，谢谢。还有两碗，我快来啊。为什么随便卖卖就上百碗？我一话也卖不了那么多。加油啊，你要放心。你放着我来吃。来，这两碗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给你的，这个你吃啊。不如叫他去写写词吧，不要再写那些有的没有的。对啊。要写词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当然可以。
就怕他损失利息啊。投资报酬又高几个字，那就多少钱啦？你文字这么厉害，多地方啊？要写就是有的没的。来，卤味。你好，潜水啊，去绿岛潜水啊。哎，好久没见到你们，你们都跑到哪去了？肚子那么大了，看我们多久没来。对对对。单身。哎，看得出来，应该是圆的。哎，一般都尖的。尖的，尖的。哎，生女。对对对对，你女儿不会吃醋啊？怎么会吃醋？我给她生个弟弟妹妹多开心啊！做饭嘛，做饭，你开心一点吧。你们没看过我女儿的画吧？嗯，画画。玉梅画得很好，对啊、大画家非常好，对对对，机会难得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勤点指点他哈。好好好好，玉梅，玉梅，玉梅，快拿你的画出来给陈叔叔看。玉梅，玉梅，玉梅在画海啊。我想让叔叔看到你的秘密。记不记得你以前有念诗给叔叔听啊？你三四岁的时候有没有？你还记得那首诗吗？慈母手中线，游。哎，啊，如薇自己在你们飘啊。慈母手中线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我可以抽根烟吗？这是你最后一根烟喽，别再抽了。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一首诗。我相信我哥哥应该比我记得更清楚。衣服都是缝给他的。妈妈走了以后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回家？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哪里才是家。妈妈死了以后，阿姨打了一个电话回去给爸爸。我清楚地听见她大声地吼着，我再也不要听见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。然后电话就挂了，我就被带到小琉球去了。最后你还是决定回到台湾，为什么？今年就回到台湾了，为什么不敢回家？我不是不敢，是我不要。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，你还在为这件事情生气？我只有在生气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是最真实的。所以，你就再也没有见到哥哥跟爸爸了。
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你是要他回去还是不要他回去？啊，伊哦，伊两个代志哦，你拢莫甲我讲啊！啊，死嘛，唔关我的代志，啊，你知无？啊？关在绿岛这么多年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绿岛长得什么样子。那段时间的感觉，就好像自己被世界遗忘。不恐惧，但是心里头总是觉得有点哀伤。明明隔着十八海里就是台东，可是我们与世隔绝。我们在台湾，但是我们也不在台湾。刚刚有位朋友问我，有没有再去过绿岛？我没有。想不想去？有想过。不过是想去重新认识这个小岛，不是去找什么回忆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所有的回忆早就已经跟随着我离开了。请写给黄玉梅。好。黄啊，玉是教育的玉。喂，是我新人。他还清醒吗？可不可以现在把我爸爸送到台东医院？我在台北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现在赶回去，谢谢。人老了，忘不了的事情啊，更忘不了了。玉梅，你妈妈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如果妈妈没有死，才会是你一生的遗憾。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为什么今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事，还是一早注定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？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家？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她自己？一定要有个答案吗？没有，没有答案，只有一个事实。就是他离开了，把我带走了，所有的事都改变了。这算不算是一种自私？然后他一死，好像把所有做过的事都一笔勾销，不需要再负任何责任。
至少他的死没有破坏你的家庭。对，他没有让我背上一个坏男人的罪名。玉美，你长大了，你现在有权利可以来指责我、揭发我，这是你今天来的目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。你不是也在找一个答案吗？有时候觉得我恨他，可是我越恨，我像他吗？爸，您忙完了吗？妈要我来接您，今晚有台风嘞。不好意思，沈先生，我打扰你这么久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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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里？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您的包包嘞？哦，我的包包。是啊，上次你的包还在。打都打不通绿岛的电话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了，我爸的心脏病。应该是因为台风的关系。绿岛，绿岛在哪里？089，嗯，几号？672，嗯，513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089是哪里？在东部，太平洋上面。哦。喂？喂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通了。就通了。喂？喂，邱牧师，我是玉南。我爸他现在清醒吗？哦。那医生怎么说啊？什么时候有船可以爬上到台东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我尽快，一有火车我就回去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
这种酒不太会喝哎，有啤酒吗？这看起来很烈，很容易醉吧？不醉你来酒吧干嘛？喝啤酒去便利商店就可以了。打烊。你有看到刚刚先进来那个先生吗？老板，老板，你不要关灯了。外面风雨那么大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喝。哎，等一下，风雨中的惊喜，惊喜。老板，我这边喝下去，风雨停了，你要记得叫醒我。就算明天我什么都不是，就算这张彩卷变成一张废纸，我还是很感谢你陪我度过一个晚上。把这个拿过去，小心啊！哎，有客人，来来来，来坐，随便坐。第一次来绿岛啊？来，鱼汤，趁热喝哦。哦。等一下店来了，我再给你煮面啊。好，谢谢。阿南。带妹妹去睡了。妈妈，听故事。阿妹，有客人了。你先睡好不好？好。小心，小心。年轻人，你从哪里来啊？台北。你的儿子叫阿南啊？是玉南啦。我现在本来想我多生个儿子，结果是女儿。可是我女儿漂亮又聪明，这是她画的，她才五岁，她真的画得很好。你偏心女儿对不对？怎么会？我儿子也很有天分，这些都是他捡的，你知道吗？
他爸爸会骂他没出息，也会饿死的。我才不管，我还是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。你儿子长大以后，你希望他做什么吗？这世界很大哈，要像你，大学生，有能力，能够勇敢出去闯。长得好快哦，好舍不得。我给他做的，可以穿到他长大。你要出门了，要去哪里？你的小孩在等你说故事吧。嗯，我只有一个故事，说来说去都是那个故事，可是每天晚上我都讲你不一样的。他们一定很爱听。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事？今天啊，今天美人鱼会遇到一个很善良的年轻人，他们还做了朋友。谢谢。哎，你这个包包跟我做的好像哦。你看，你看，多像啊！这是我给阿咪做的，我还想给儿子做一个。想问这块布，可是这个花色。我怕男生会不喜欢。如果你收到妈妈给你亲手做的包包，你会不会喜欢？我会珍惜一辈子。就这个花色，这块布。嗯，好，就这块布。那你还会觉得我偏心吗？再见了，大学生。再见。我不是大学生了，我今年刚满30岁。这么大了？妈。哎，忘了东西。我想要吃炒饭。
喂，我是玉南。嗯，我爸现在还好吗？嗯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我好，谢谢，我会。嗯，我会，我现在就赶去火车站，应该傍晚就到了吧？嗯。小姐的面，谢谢。两位，你先不好意思，等会里面来这边坐啦，今天人比较多，请坐。麦当先点。老板，辣椒酱呢？在那边自己拿。先点。你要喝什么？水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点呢？干嘛？想，我记得这里。玉梅，怎么搞的？小姐没事吧？我记得这里，每天晚上我一直等妈妈回来，我一直等，我一直等。警察，警察！啊！还是不行了，小姐，卡住，你开枪。没事，我在这里，好吗？都过去了，我在这里，不要难过，我在这里陪你。OK。我怀孕了。
玉美，你最近画风改变不少。拜拜，拜。但是画的还是同样的主题耶，感觉上你好像渴望有小孩。我随便说的，我不知道。现在买得到这种蝗虫兽吗？
不要硬拉。船员吧，看得出来啊。好远洋呢？全世界。我知道新加坡的港口很大，那里聚集全世界各地的船队吧？你去过？没有，我没去过，是我爸去的。小时候他会告诉我他去过的每一个港口，他说他最喜欢好望角，说那里是两个海洋交汇的地方，风很大但也很美。酒好，女人好，我爸也这样说。那他还说些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死了，应该是船难吧，尸体也没一个。或许他根本没死，只是躲在哪里不想回来而已。有哪个船员不想回家？你不是上班的吧？是吗？为什么？哪有上班族在这时候出来钓鱼的？而且你脸上那么多疤，我看你不是打拳的，就是在外面混的。对啊，我就是一个被取消资格、永远出不了头的拳击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出了一点状况。已经出状况了，视网膜剥落，不是瞎的。你教练怎么说？他把我的拳击证收回去，不还给我。然后跟我说我根本没有天赋。
我这辈子就只知道打拳。7岁，其实我老爸就送我去打拳，他一定是觉得我可以变成奥运选手，或者是职业选手。记得很清楚，小时候我跟我妈会在这个地方等她回来，因为我要让她看我学的新招。记得那个时候船都好大好大，我也记得她说她要回来挑战我。甚至记得他说他只抓大鱼，所以每次钓到小鱼他都会丢回海里。好，让我看看你是真的没天分，还是你们教练这么说只是想要让你死心。想让你看到我有认真在练拳。我女朋友怀孕了，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。我真的有能力做一个爸爸吗？
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。阿妹，你要不要当小玉的天使？要。好，抓好啊，你要送小玉回家了哦。喂，玉美，你在哪里？我过去找你。阿香，阿香，不是玉美，玉美，我爱你。在这边集合。哪有差呀？哦，船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我就不送你们去火车站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有空来台北玩。对啊，台北玩，我们当你的导游。对啊，大家吃东西，吃好料。台北有好料。台北很多。我很早去台北。还有妹妹哦。台北妹妹很辣。好，应该不用带了吧？好啊，那我先跟阿娘讲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慢走，下礼拜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你踩到我的书了，你踩到我的书了。对不起，我踩到你的书了。你一个人看那么多书啊？对啊。那你最喜欢哪一本书啊？这本。这本？这会是什么？狗狗。狗狗？嗯。这是狗狗啊。嗯。那你手上拿的是谁的书？妈咪的。妈咪的书？嗯。真的？这可以借我看吗？小海，书怎么这样乱丢嘞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踩到他的书。没事没事，哎，不好意思。小海，小海，我们去找妈咪好不好？来，跟叔叔拜拜，跟叔叔拜拜。把衣服掉了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来。多大？骑脚踏车三个小时就绕完了。但阿南、阿妹从来没有绕完过一次，因为他们总是忍不住会在途中停下来。没有颜料，也没有画笔，他们却画出了最美丽的图画，一张又一张，而且画布是不要钱的，他们拥有的是整个天空。一个浪打上了岩石，海浪退回到海里，留下了一些无助的小鱼在岩石里。等下一次大浪来的时候，天使会来带小鱼回家，可是又会留下另一群小鱼。美人鱼在海里遇到了迷路的小鱼，她安慰着小鱼：小鱼小鱼，既然回不了家，不如就跟我一起去冒险吧。小鱼问：去哪里呀？去远方。远方？远方在哪里呀？美人鱼说：我也不知道。小鱼说：我这么小一条鱼，能去那么远吗？美人鱼说：我们有勇气，有力气，怕什么？小鱼还是很害怕地问：那会不会遇到鲨鱼呢？可能吧。那会不会遇到大风大浪啊？一定会吧。那会不会遇到捕鱼的网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美人鱼说：不要害怕，我们要勇敢游出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要打电话，要打电话。来，走，后面有多人。没关系，一张，没关系。来，一二三，要掉吗？要掉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拿这个来贴，把它贴起来。谢谢。还有吗？嗯，
妹，你好吗？这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。以前我一直在寻找结局，现在我延续着说着这个故事。